暗影冲锋者一种下半身半透明，只露出一双漆黑的两个头的僵尸，一旦出现就会很快吃掉你的脑子。那么当30只这样的僵尸向你发起进攻，哪个组合可以击败哪个？组合一5000个倭瓜，组合二100个机枪射手加火炬树桩，组合三1000个玉米投手，组合四5000个土豆雷。快来给你支持的小队加油打气吧，扣一扣二扣三扣四扣五扣，吃瓜群众点个赞。